说句晚安，对你说句晚安。近日，孙潇潇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则变装视频，不少网友对于她视频中小腹隆起的模样十分关注，也开始了猜测，怀疑她这两年没有露面，估计是去生孩子了。对此，孙潇潇做出了回应，她对于怀孕生子的事情表示了否认，表示到一次次无中生有也就算了，没想到越来越离谱。27日，孙潇潇晒出了最新的一则视频，在一则视频中，孙潇潇头戴着黑色毛线帽、黑色上衣与白色牛仔裤出镜，而她所穿的上衣是一件紧身打底衫。为了立正腰部的纤细，她摘下口罩，用口罩的皮筋来环住自己的腰部，证实自己的肚子并没有像网友所认为的隆起，而是与以往一样纤细。语文速递整理报道。我也挑战一下口罩搂腰视频。Drop。喜欢就订阅呗。